大鲤鱼，超级大鲤鱼搁浅了。好，小鱼，这个回不来啊，这回不来。Hello， 大家好，我是好久不见的电塔调查员李子。最近这几天电塔怪怪的，我昨天来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个地方出现了很多本来不会在电塔出现的鱼，都在那边出现，而且都是一些怪物，真的就是体型都很大啊，所以我就拿手竿来玩玩看，哦，非常刺激哦。好啦，那我们就事不宜迟，马上 Let's go。我们现在已经到电塔了，还记得上次那是阿嬷鱼吗？我们今天又发现一只搁浅鱼了。这只搁浅是一只哇，好肥的大鲤鱼，超级大鲤鱼搁浅的，真的有点大只哎、欸，我怎么办？哇，你好胖，哥哥，你太胖了，我只能这样搬你了，对不起，你真的太胖了。哇靠，这也太大了吧！你可以吗？你可以吗？好，快到了，你加油，加油！你可以的，你可以的，耶、yeah ！啊，拜拜！这次不要再搁浅了哦。啊，耶、yeah ！我们的救援队又救到一只鱼了，好棒！不对，旁边还有一只，哇，又一只大鲤鱼。哇，这边怎么这么多胖胖鲤鱼啊？你不要激动，等一下你不要激动，我慢慢把你推过去。好好，来乖乖乖乖乖啊！好嘞，这这这，哇，还没走到我们发生大鱼出没的地点，就已经有些鱼在这边了啊，真的很夸张。好，拜拜，不要再搁浅了。哇、哦，一来就要救两只鱼了，哦，也是很辛苦。这个就是我们这几天发生怪鱼大量出没的地方，就是景美溪跟新店溪的交叉口这个地方，那些怪物在这边在烦。好啦，那我们就先来组钓组。下大雨了，下大雨了，下大雨了！出队，改天再来。我又遇到一只大肥呆，哇，超级胖，他受伤了，这是气球呆，哎，太夸张了。我只能想办法把你移到安全的地方。这个大小真是没办法抱哎，没办法单手抓起来。你可以的，你可以的。拜拜。A few moments later， 在相隔不知道几天后，我又回来了。那天气是真的差很多，上次一个狂风暴雨，今天一个哇，看这个太阳，天气超级好。不知道说这些怪物们还会不会待在原地啊？这我比较担心的啊。可以看到水面上其实有很多就是水泡啦、泡泡，但是不知道什么鱼就对了。好像有些大鱼，有些小鱼。对吧、啊？那我们就试试看，因为他们比较远，所以我是用小机竿在玩啦、啊，就是在淡水用的那一套。好，钓一，虾米？哦，哎，什么了？来，第一只。哦，地狗桃，原来是地狗桃。来，我们第一只种鱼，我们的小猪高头。回去吧，拜拜。Thank you.
哦哦，抓个羊就中鱼了。这是抓羊啊。好，小小的不大。啊，哎，小鸡鸡，哦，好久不见，小鸡鸡，嗯，买几个？拜，拜拜，拜拜。今天的钓友就这样结束啦，啊，可惜没遇到上次遇到的那些怪物，这样很可惜。那没关系，这就是电台有趣的地方，有时候会靠一些奇怪的鱼，有一次是靠海莲，有一次是靠乌鱼，那上次就是靠比较可怕的东西这样。但他就是靠一下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那就很可惜了。上次真的是天气太差了，没关系，就下次我有事没事还是会过来啦。到时候又有这样的状况出现的话，我再拍给大家看。钓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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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等下不行，这个回不来啊，这回不来，靠腰，啊，回，这我拉不回来，看我0.25号先走，拉得回来啦。我怕被清背，我不想跟你一样。哦，好啦，你就知道这边的怪物有多可怕了吧？好了，成功了，断线了，好，加油，快点！哦哦，你遇到了！这准备好了，换你遇到了。换你遇到了，加油！加油！耶！换你。哎、欸，至少你不会断线啊！干杯了啊！要干了，要干了，不行不行不行，要干了要干了！你要把它锁紧，你要把它锁紧，锁紧点，锁紧点，再紧点，再紧。走我一下先呗。啊！你看，连你这个都撑不住了，我这个头可能撑不住。0.8号线，你是0.8啊？0.8号也撑不住哎、欸，这是什么鬼东西？有了有了，终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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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哦哦哦哦！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如果喜欢的话，请记得订阅、分享、按小铃铛哦，谢谢。